我们在一进来的那个大草坪，他们已经到了。啊，我们还有十分钟。哎，不对，姐，姐啊，咱这有问出现 bug 了，怎么了？路封了。啊，对，封路了，没事，我你没事，你出去再找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就慢点。我等这个灯绿了之后，我再调。你用的什么地图啊？我啊，这谷歌。那他怎么会把封路的都那个什么东西？干活吗？不是小宝。哎，这没有看到红绿灯啊，这玩意儿。这玩意儿，这没有红绿灯啊。哦，那走吧。我提点速，稍微。您的目的地在左侧。哎？啥意思啊？你要过去吧？是不是要左转？不是这儿吗？你先别轻易走啊！我来导一个，我看看。不是这儿。啊？走错了。可是我是复制的那个呀，你先右转，右转，右转。我直接复制粘贴的呀。没事没事。远吗？不远。那我替你走了啊。嗯，右转。这个地方左边，哎，对对，绕过去，慢点开啊。啊，这怎么走，姐？嗯，然后右边，这过了是红绿灯，右转。我有点着急。因为就是郝姐他们那个车的人已经到了好久了，然后我又怕万一到了以后票买不上，过这个小墩子右转，慢点开，别开太快了。姐，啊，对，这车能行驶吗？能。开的过程中，因为有几个地方它是封路了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导航可能偶尔不太一样。别开太快了，前面这个路口的时候要右转。这会再右转。对。啥时候来呀？他们什么时候来呀？我们去买票啊！买吧，我们去买票。他们进去了是吗？他们去买票，他们在买票。OK。Can I buy the ticket in here？ 58。就从这儿进呗。进，快进。哦，这就是了是吗？对，咱就在这儿逛是吗？对。哦，这就是电影部。哦，我在网上搜到的是说现在这个博物馆就是卢米埃兄弟故居改的。嗯，然后里面就是有很多他们就曾经用过的一些东西。这就是应该是这个的全貌吧。住的房子这么大。我要这个屋，我要这个屋，想象上了啊，想象还选上了咱俩。他们俩兄弟，一个活到84，一个活到92。他们的隐含美学在法国电影中占据了主导位置。该台机器放映了所有10部电影。这是一个手柄框架，确保拍摄时图片曝光的。这个。不是吧？这是缝纫机，就缝纫机，以前的缝纫机这样弄的嘛？哦，他就觉得电影，所以电影一开始就这样摇摇摇摇摇。这个里面可以看耶。哇哦 ，amazing！ 哇，这个好神奇啊！这个怎么了？你看。我拍一下这个，看一下。我拍了蛋糕吗？这是？哦，这个就像是那种一帧一帧的。哦，哎，哦，哇，好酷啊！天哪，这么漂亮！哇，
起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！一个小人在球上颠，杂技。哦。哦，是个立体的，它是有景深的那种。哇，那个声音！那会儿拍胶片电影，是不是演员但凡出错了，就是会被大骂？不是那会儿，现在是直到。像我1998年拍电影的时候，我们的胶片都非常宝贵，只有就是它是按盒按盒，就一个电影给你，比如说多少盒胶片，你如果拍废了、拍没了，那就没了。哎，这个好看，我给你拍个剪影，你别动，别动哦。脸的光有点不好，太顶了。我觉得这适合拍特写，对对对对，有点意思。这个我特别想买一个，送给我一个朋友，但不好带，就不好带回去。我有点消费了，看到这个。弟弟，你英语好，你看一眼这是啥呀？哦 ，OK。哦，但这是我也看不出来，我跟你说。但这是法语。对，你今天拿法语，你跟。又消费了，弟啊！我想买个这个，28欧。这是啥？这是拼这个。哇，拼木。哇，但是你怎么带回去啊？带不回去，所以我觉得不买了。这能带回去啊？你箱子装得下吗？你压箱子就行啊。箱子装得下就能买得了，就它应该不重，但是盒子挺。我给你买，你拿吧。我开玩笑，不要，我装不回去。这是全铅铅笔，哥。全铅的。对，这下吃一口能中毒。哥，你人是人，不是拿来吃的。哥，走吧，那走一圈吧。我不走了，哥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出去歇会儿。哦，好热。姐，咱这有地儿可以买水吗？嗯，刚刚就找了。没有。关了。人家想。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再休息一天，然后星期天。星期天不上班。这就是我，欧哥。哎，我刚也看上这个了，但带着回去有点沉。是吧？对，我看上这个了。弟弟想要，你要不要？带回去有点沉，但是是。这沉啥呀？就占地方。就占地方，就大。能，你想怎么带吗？把吃的解决完可以。哥给你卖。啊，这好贵呀，哥。弟弟在不在外边？我现在不告诉弟弟。不在。好吧。中国好哥哥，老弟，买了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积木，这就买了，买了。哎呦，拿着。行了，别哭啊，别哭，记录下来啊，别哭，别哭啊。哭了，看看什么礼物。他不舍得要。多少钱？小钱儿。你这个其实很好带，你把盒子一拆就带这些东西就行。哎，很意外。虽然我会注意到别人的细节，但我从来没有奢求过或者想过别人会注意到我表达出来的，把那个当作小细节来对待我。所以那一刻我很感动，就心里很温暖，就是觉得就原来也有一个人他这么注意我，就是哪怕就说就带过的那么一句话。给你飞一个，妈！欧哥，他们出来了吗？没呢。哎呀，真好啊！妹，妈，真的假的？送我的。Oh my god！ 这什么？一个小灯。这个我刚刚也看半天。我买个这个。你这个吗？多少钱？太14欧，姐。现在多少钱？100，是吧？再见。这灯吗？咱回上拼夕夕买一个。我把这包送你。哦，这是啥样？喂，那照出来。好，咱俩一块玩啊。行。
我们去哪儿呢？下一站？姐，哎，因为他们晚上不是想去那个富维耶山吗？嗯，就看日落那个地方。嗯，我们要不就直接在那附近找一家餐馆吃饭得了？可以啊。这个就是富维耶山旁边的。哦，是。嗯，直接就去吃饭吧，就。可以先去了是吗？可以去那里先喝饮料，然后七点钟可以点餐，现在是五点。六七。可以啊，去喝饮料也行。OK， 坐俩小时。要么咱们返回那个小王子礼品店把那个买了，然后再……我也有点想，特别喜欢小王子，我把我那个钱啊，我就等着来买小王子周边的。当时看路书，我就觉得整个里昂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地方。嗯，这个好有意思啊！哦，这个也好可爱哈。哎，这个好看，绝对巨贵，这也真好看。我们上午去逛的那家小王子的店，可能觉得跟路书上那家不一样。刚刚打卡的不是这家店吗？不是这家，我看大家都是打的这家小王子。不行，我要去这家店。去呗，去呗，反正今天来得及。我也觉得。嗯，大家可能没有买到那么多心仪的物品。哥，我感觉没买爽，哥。对，那个。对，哎，咱们，我觉得哦，要么咱返回那个小王子店。那也是那个地儿是吧？差不多，你们都想去是吧？对，我也想去，我也想去看看。姐，那咱既然大家都行，就去呗。好啊，我们听你们的。弟弟妹妹们都很想去，想去看一看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作为导游也很理解大家，就当时马上做了一个决定嘛，就是一部分人先去逛小王子的店，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可以先去吃饭的地方，可以先休息。那我带姐姐们去餐厅。好 OK， 好，完美。走吧。好，那你走吧。去小王子 ，Go。